谁呀？哎，我呀，你上我屋干啥呀？我屋空调坏了。不是你屋空调坏了，你上我屋干啥？我热呀。哎，你不睡觉，你干啥呢？我有点饿了。不是你饿了，你自己整点啥吃的。我想吃你做的。不好吃。没事，我买了，你按脚程做就行。不是煮个方便面，你不会煮吗？我不说了吗？我想吃你做的。吃。不想吃。咋的？我突然不饿了。我忙了半天，然后你不想吃了。那就不饿了，那你不能让人硬吃啊。你赶紧出去。你别来我屋。不是，你这屋凉快劲，这是。哎，这什么？